赌钱唔系一定会赢，除非你出千。如果我当日唔系赌钱嘅话，可能我唔喺呢度同你讲紧嘢。那個打台灣牌打到十八隻那個，老正和阿傾啊，賭籤咧分八種，正牌反脱、烽火除妖，合稱千門八將。我馬嘉文向來是買先賠錢，你買手指，我就賠你手指。快走！啲賭籤咧。將張牌分成四十九，就代表咗四種唔同嘅花，由煙到十。呢條友一路都出緊二張。我哋做老正，賭之前係唔可以受任何影響。仲有一樣嘢我想同你講，因為我覺得你有權要知，就是我有咗你嘅 B B， 不過我唔會俾你見佢。喊你老味，翻事噶啦！咁咪陪你猜妹咯。你猜輸要跟我走。你猜輸你要翻去做頭盤。你係咪傻啊？我哋两个年纪差咁远，香港咧而家赌得最大咧就系马同埋波，我要你搞到巴西赢波，搞到巴西赢波。一百个赌一，二比零啦，李叔，啊唔系 ，sorry， 二比一先系啊，二比一李叔就睇嚟巴西又要急起直追啦。我话正所谓逆境求胜，强者自存啊嘛。呢个世界话唔定噶，有时以为赢硬，有时会输；有时以为输紧，但系又会反败为胜。